夜雨洒不停，就笑我痴情，爱爱作证。天淡情怀，蔡玲玲。今日咧真系好大风啦，咁啊将玲玲咧几乎成个人吹起啦，即系啲当风地区啊。咁头先咧就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有少少雨啦，咁啊感觉上面咧有呢一种风雨飘摇嘅感觉。唔知道今朝咧当你出门口嘅时候咧，系咪已经觉得咧秋意正浓啦，好凉快嘅感觉啦，又或者系惨啦，唔记得着多件衫添，又或者咧唔记得咗咧，即系孭翻条颈巾啊，所以咧有少少呢一个涉亲嘅感觉。咁啊，希望咧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，就可以饮杯姜茶啦。因为据我中医讲啊，就姜茶咧对我哋嘅身体好好噶。若然咧你就系嫌呢个麻烦啦，要下下买啲姜嚟到拍扁佢啊，又要跟住要加黄糖，咁不如咧就可以买啲现成一包包装嗰啲啦，都系好方便噶。我知道曾经咧，即系喺好几年前咧，就因为落雨嘅时候咧，就冇带遮啦，咁啊，好快好快咧，地就涉亲啦。好彩咧，我屋企嘅另外一半咧，就真系煲啲姜茶俾我饮啦，真系会觉得咧，系成个人咧系暖翻晒啦，同埋咧加上呢一个好甜嘅感觉咧，就而家依然都记得嘅。好啦，开始啦，呢个星期一嘅晚上有呢个节目叫做《甜淡情怀》啦。同你讲声你好嘛，我系蔡玲玲。I can remember when we walked together。 今日节目咧要到此为止啦，做完你嘅时间咧就系下个礼拜一嘅晚上八点钟至九点钟啦。咁至于阵间咧就会有一小时音乐情人啦，郑智成，继续留低唔好行开，下个礼拜见啦。漆黑之中骤眼越闪闪越星星，其实窗边小月透晶莹透晶莹，夜雨。洞察我心情，每点雨声，更会多分相呼应。小雨小雨偷听，可会给我打听？淡情怀，邓慧思。Hello， 你好啊！我刚刚都喺告示打到过嚟嘅。新闻姐姐 Irene 问我系咪真系好塞车啊？现场报道，但系报唔到，因为我系为咗稳阵计啦，时间掌握得好啲啦。我系搭地铁啊。假期前的甜淡情怀，今晚特别精选好多 superstar 唱的歌给大家一起听的。开始今晚节目应承过，假期前可以开心一点，节目有好多 superstar 出现。开头有 Carpenters 的 superstar， 揭尾都是 superstar， 前后呼应的。来自英国的演员、靓女、创作歌手 Jamelia， 2000年的上网讲 superstar， 多阵间时间够。求伴的答的答似悲离，泪雨洒不停，撩乱我心灵，我爱没见。Just don't cry for me， 会多分，会多分，流泪可忍出自我痴情，我痴情。到哪怕指定，难过到天明。甜淡情怀，周美欣。十月五号星期三的晚上八点十分，今天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令到你一生感到悔疚的事呢？美欣绝对经常都做，所以我唔够胆笑人，亦都唔够胆话人。
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令到自己觉得很后悔的事，而当事人会不会是希望可以放低，但是别人总是喜欢提起的。当自己放低别人提起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明明是一件家事，突然之间变成了政治的焦点，又或者是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，甚至是课室里面的研究题目。唐生的说话被剪辑、被分析、被议论，结果唐生和唐太要齐齐亮相，告诉大家听，过去的事我们已经放低了，我们都决心不再往后看。大家到底会不会都可以将这件事放低呢？当在电视上面看到唐生拖着唐太的时候，感觉到非常之温馨。他们两个人转身讲完说话之后，慢慢走回入屋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其实心底里面我有一句说话真的很想问下唐太的，到底怎样可以做到你这样？到底要有多少的坚持呢？到底要坚持每日做多少分钟的运动，才可以拥有你这么苗条的腰肢和这么结实的臀部？Stop, stop, stop！ 但我知道没办法阻止我们对于他的渴望，我们希望他快点出现。没错，就是子成。我们音乐情人正间在九点钟的新闻报告之后就会出现的了。在这里美欣要跟你讲一声拜拜，下个礼拜三会同样时间八点至九点钟，你再见。恬淡情怀，潘芳芳。开始2011年10月6日星期四晚上，恬淡情怀。时间啱啱系8:11啊。啱啱由上个礼拜到呢个礼拜咧，感觉上咧好似咧发生咗好多事，因为好似多咗好多一啲嘅假期啊。咁记得咧上个星期四咧喺个三号风球啦，咁然后跟住咧即系星期六又系假期啦，咁跟住辗转咧又有另外一个风啦，咁又跟住咧就到星期一啦，又系呢个三号风球啦。咁点解三号风球会对我有啲影响？咁加，因为我屋企有小朋友啊，三号风球咧，幼稚园咧就会唔需要翻学噶啦。咁对佢嚟讲啦，当然好似多咗好多日啦，即系好悠闲嘅时间啦。但系对于我嚟讲咧，就将我咧本来原定计划咗要做嘅嘢咧，就全部打岔晒啦。人生就系咁样，好多时咧都有好多嘢啦，都会咧即系有阵时会唔系你预计咁样，有阵时都会乱嘅。有阵时有啲嘢明明已经发生过，但唔知点解咧，总系觉得好似咧又系第一次咁样，就好似每一次翻嚟直播室，感觉上都好似系第一次。冇错，有阵时讲到话爱咧系需要时间，俾啲时间，俾啲爱俾自己。今晚时间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四再见。情怀，余建明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。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钟至到九点钟呢一个小时，你都会听到有呢个节目叫做《恬淡情怀》。我哋会喺呢一小时内啦，同大家分享好多昔日嘅英文金曲噶。今日咧已经嚟到十月份啦，十月份我系第一个星期咧同大家见面嘅。今日系十月七号，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6度，相对湿度系80%嘅。自从咧对上一个台风经过香港，同我哋挥挥手之后咧，那个天气咧就变得好清凉啦。咁当然啦，呢一种嘅感觉啊，因人而异啦。有啲人咧就可能觉得话，系仍然都系好热，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，哇，唔系，明显真系咧觉得凉咗好多，甚至乎喺夜晚黑嘅时间都唔使开冷气啦。我自己好中意秋天，好中意冬天。因为香港的秋天冬天都不是很冻，但又真的给我们一种很凉的感觉。我希望在这两个星期我能够 keep 住这种的感觉，这种的秋凉的感觉。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歌曲去衬托住这个环境，希望都给你一个很凉快的秋天的晚上。带来的第一首歌也是一首比较快的歌来的，也是在香港80年代 Disco 非常盛行的时间其中的一首歌，而它也曾经改编过成为广东话版 Lady of Eyes。感觉出动大量的冰，这个冰不是普通的冰，是女人的冰。 Lady of Ice。喜欢民歌的朋友又怎会未听过这一首，或者未唱过这一首，甚至乎你喜欢弹吉他的话亦都会弹过这一首这么经典的歌 Kansas 的 Dust in the Wind。 也要带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，亦都跟风有关。记住下个星期我们的约会，如果你一次过想听到很多同雨有关的歌，就要下个星期了。 Wind Beneath My Wings， Gary Morris， 拜拜。